小伙来到贩卖机前，掏出1块钱想买饮料，结果定睛一看，饮料居然涨价了，他只好按下退币键，结果吐出来1张10元的，他感到不可思议，脑子里顿时有了想法，他尝试将10块钱又塞了回去，按下退币键，竟连续吐出了5张20元，小伙高兴坏了，这不就是致富的秘诀？于是他又将钱1张张塞了进去。不一会儿，小伙就得到了1沓钞票，他看着手里的钱，但这些还远远不够，于是拿出包里的银行卡，将钱全取了出来，他回到贩卖机前，掏出兜里的钞票，全都塞了进去。就在他按下退币键的瞬间，整个城市都停电了，小伙慌了，不停敲打贩卖机，好在下一秒，城市恢复了电力，贩卖机重新运转，男人着急地按下退币键，这次却没有吐钱出来，只有1瓶饮料。